好的，那我们就开始了哈。OK， 那欢迎大家加入我们今天的这个分享哈。那这是每一周我们都会有一集的这个技术指标的教学系列哈。那今天的主要的一个技术指标呢，会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的这个 RSI 指标哈。那RSI 指标应该大家如果有交易过可能也是有听过啦，也对这个指标可能也不陌生、okay? 但是今天主要就是首先先介绍给你们可能完全没有听过的朋友呢，可能就先了解一下到底这个 RSI 指标是什么来的。那我也会跟你们分享今天如何去运用这个指标来帮助你在市场上做个分析，然后呢我们也会看看有哪些策略是可以利用 RSI 的，然后我会去到现在真实的市场的图表呢，来给你们做一些分析，来给你们看看一些例子了哈。OK， 那首先可能先利用可能一两分钟，先简短的自我介绍一下先了哈。那可能在线的有些你们可能也是听过，也认识我了哈，因为从上几周都有在做分享。那可能有些新手呢，我先自我介绍哈，我觉得这是比较重要的，因为你如果今天加入了这个分享会来学习的话，也是重要，就是了解一下到底今天的讲师是谁了。Okay, 那我的名字叫 Yong， 华文名叫少廷。我是从2012年就开始在金融市场上交易跟投资了。那我在2015年就开始有不停的在做分享，跟当然也有教导课程的方面的。Okay, 那在这几年来，都有在各个国家跟城市都有做分享哈，这包括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越南、菲律宾都有哈。那当然从去年2020年开始，因为 MCO 过后就变成都在线上哈，这些照片你看到都是在线下的时候做分享的。Okay, 那我这边本身其实我觉得也是比较重要的是跟你们分享我自己的一个交易成绩啦。我觉得这个是重要的，因为如果今天你要学习的话，当然这边你要跟一位可能真的是有在市场上交易跟投资的一个可能讲师学习嘛。哎，所以今天跟你们分享的这些当然是来自我本身的一个经验啦，在市场上的一个经验哦，不是说就是从书本上这样拿过来跟你们分享。哎，那我觉得现在的时代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你们自己上网去寻找资料都很容易得到的哈。所以今天的这个分享当然会加入我自己在金融市场上的一些交易跟经验，还跟可能一些学习过来的一些可能可以说是教训吧，跟你们分享一下。那这个是我2019年在外汇市场的一个成绩啦，当然是有输有赢哈，可是2019年是比较容易啊，你可以看得到只有6月份是输钱的，好，其他的月份都是在赚钱。这个是我2020年的一个成绩哈，2020年在外汇市场就稍微的比较困难一点哈，你会发现1月、2月跟5月都是亏的。Okay, 那整年来算的话2020年大概只是赚了大概 8.5% 的一个回酬。Okay, 那当然你说是不是很差也不算了哈，那也有没有交易者的成绩比我好，当然也有。Okay, 那当然在这边也不需要去比较了哈，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个成绩，只要给你看看说这是今天跟你们分享的哈，都是有真的是在市场上交易的过程。Okay, 这是2021年了哈，那2021年1月跟2月目前为止还是赚着钱了。Okay, 那这个是我的股票哈，那除了外汇市场呢，我也是有经常在美国的股市去做交易，所以在2020年你可以看到成绩是 36.91% 的回酬，那今年目前为止是 7.31 哈，所以都不错了。Okay, 那个是很简单的跟你们自我介绍一下先，那有兴趣加我做朋友啊，还是可能这个分享过后可能你有哪些疑问呢都可以在社交媒体上加我第一可以在 Facebook 哈，第二可以在 Instagram 我在这两个平台都有不停的在做分享的。 Okay, 那你当然要记得就是寻找对的一个账户啦，因为目前为止我发现的是说社交媒体上很多就是假的账号，
OK， 所以记得就输入我的全名，你就可以找到了。OK， 那这是很简单的自我介绍。那今天的这个分享呢，主要就是谈谈这个 RSI 指标。那首先我们会跟你们分享是什么是 RSI。OK， 那它的全名当然就是 Relative Strength Index。那这指标本身是很多技术的交易者都会运用到的啊，所以今天就可以给你们介绍一下。那接下来我们就会跟你们分享如何去运用它来做分析。OK， 那分析本身当然不是个策略了，所以过后学会了怎样去用 RSI 指标来分析，我们今天也会利用它变成一个交易策略。Okay， 所以今天整个分享会过后呢，你当然会了解到，会认识到 RSI， 也会用它来做分析，当然也可以运用它来有一个交易策略。那什么是 RSI 呢？ RSI 全名就是叫 Relative Strength Index。 Okay， 那它本身呢其实是个 momentum 的一个 indicator。 Okay， 那可能你有可能在交易过程当中你有听过可能 MACD StochasticOkay， 那上一个星期我们 是有谈到 MACD 啦。那 MACD Stochastic Momentum Indicator 跟这个 RSI 的指标呢，他们是同一类的。Okay， 这些指标都是在测量市场上的一个动量，一个 momentum。 那通常呢交易者会运用它来判断市场上的一个动量，就是 momentum， 到底它这个上涨的动力还在吗？还是下跌的动力还在吗？还是市场完全是没有动量的，没有 momentum 哦。所以利用 RSI 指标可以帮助我们这样子来分析，这样子来理解到底市场到底是如何的。Okay， 那交易者呢理解了 RSI， 其实通常也会利用它来判断市场的一些极端点。Okay， 我们所说的一个 extreme，也就是说可能买家已经进场了，所有很多买家可能市场上通通的买家都进场了，那就已经开始达到极端点了。那 RSI 指标可以告诉我们说，诶，现在短期内已经达到了这个极端点，那我们交易者呢可能就要小心一点点。 OK， 那这边通过今天的这个分享你们也会了解到如何去分析哈。所以在这边RSI 呢先简单 跟你们介绍，那过后会给你们看一下图表，可能就了解的比较更深入一点。那 RSI 本身这个指标呢，你会看到的它有一个高低点哦，那它最低的是0啊，最高点就是100咯。那它会这个指标呢会当然从0跑到 100,100 又掉回来，好，它就是会上上下下，它最低点是0，最高点是100。那这边呢我们有当然有些数字可能大家要熟悉一下。通常呢我们 RSI 说如果它这个指标掉低于30的时候，就是30以下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了解说市场已经是 oversold 的。那 oversold 的概念是什么？ oversold 的概念就是说很多交易者已经进场卖入了，就是做空，已经是在卖了。那太多的交易者在卖的时候呢，当没有交易者再进到来这个市场做空的时候，那当然市场上就很大可能性会有个反弹的几率。 OK， 所以通常我们是运用30啦，有些交易者会喜欢可能把它调整一下，把这个 RSI 调到20或以下才算是个极端点哈， oversold。那反过来当然我们也是有一个 overbought 的概念了。那当价这个 RSI 的这个指标呢如果超出70以上，哎，我们就可以了解说市场已经是 overbought。 那有些交易者当然也可以把这个70调整到80。 OK， 这个没有说哪一个对还是错啦，都是个人决定说，哎，有些人就比较喜欢放30 70，有些人就喜欢放20 80。 OK， 这个对我来讲其实是大同小异的，可能等一下去到图表啊，真实的图表会给你们看看。哎，20 80跟30 70的分别其实不大。哎，那在这边首先要跟大家说理解一下 RSI 指标第一个用途呢，就是去了解说这个极端点 oversold overbought。Okay， 那当我们看到 RSI 进入了这个 oversold overbought 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哦，不要再
交易了，或者可能你要交易的时候呢，就要小心。Okay? 因为 oversold overbought 告诉我们的就是反弹的几率要来临了。Okay? 那在这边这边、哦、有讲到、哦、这也代表说这个很大的几率市场上会做个反弹或者回撤啦，所以刚才有讲到的就是要小心。Okay, 那来这边给你们看看这个 RSI 指标到底看起来是怎样的哈。那你可以看到下面，当然下面就是我们的 RSI 啦，上面是价格。Okay, 那第一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个虚线嘛。Okay, 所以这上面的虚线呢就是70。Okay, 下面的这 曲线呢就是30啦。那当然我们通常是用30-70，有些交易者会换。Okay,那你会发现 RSI 指标就是上上下下上上下下，那当它突破70的时候、啊、在这一区我们就说 overbought、okay, 就是极端点了。那你可以其实看到市场、哦、如果它动到 overbought 的时候很大可能性会反弹下回来、okay? 一样的、okay? 你在这边下面超过低于30的时候我们就说 oversold， 就是说卖家已经是很多了，那也告诉我们说反弹的几率是比较高，所以你在这边也是可以看到市场上是有做反弹的。 OK， 当然在这边你们各位就不要去想说哦，每次 overbought 或者 oversold 我就交易了、也不要这样子做、哦、因为你会发现虽然它会有个小小的反弹，但是有时候是很小的、哦、所以交易过程当中可能就不会赚钱，所以这本身不是策略哦，这个目前为止是拿来做分析而已，去了解市场的情况到底有没有到极端点。 OK， 希望大家 到现在理解了哈 overbought oversold。 OK， 那在这边呢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利用这样子的概念啊 overbought oversold 呢，我们就可以开始去分析市场的这个动量了，这个 momentum。Okay, 那在这边我们会运用多一个位置，就是50哈 RSI 的这50位置。Okay, 那有30 50跟70，那当 RSI 突破50的时候 okay, 那50是中间嘛，因为0是最低100是最高，那50是中间，所以大家可以看成50是它的中间线哈。当 RSI 突破这个50然后继续往上涨的时候呢，就可以说市场是在一个上涨的趋势，它的这个动量往上涨的这个动量这个 momentum 呢是很强的。 OK， 那当然反过来说，如果 RSI 从上面开始突破50然后继续往下跌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说市场是个下跌的趋势咯。 OK， 当然这个50开始涨或者50开始掉的时候， RSI 不能超过这个极端点，因为一超过70跟30的时候呢，我们又要再小心了，因为反弹的几率来临了。 okay,、哦、所以大家可以这样子来理解。那在这边给你们看看图表来分享一下、哦、讲解一下。 okay, 首先你在这边可以看到的是说从极端点它已经做个回撤嘛，对不对？那你可以看到价格在市场上从这边也是开始做个小小的一个回调。Okay, 那从这边你发现 RSI 又开始从下面超过50开始往上涨了，那你也可以看到它回撤了过后市场的价格的动量又开始往上涨了。 OK， 那接下来 okay, 你看到这边它来到了 RSI 的极端点 overbought。Okay, 那发现什么呢？价格就开始缓慢下来了，又打横走了哈，做个回调一个回撤。Okay, 那过后 okay, 过后呢市场这个 RSI 就开始回来了，看得到吗？所以在这边还不是个策略，现在我们还是在利用 RSI 来测量我们的这个价格的动量而已。Okay,它本身如果你只是单单看 RSI 呢，它本身是不可以告诉你哪里买哪里卖，它只是会告诉你说 OK 现在的动量在不在，有没有一个极端点，这样子而已。 OK， 那如果要判断市场的一个方向跟预测要交易买还是卖呢，这个不能只是靠 RSI 本身。 OK，
Okay, 等一下可能会跟你们再详细的讲解了哈。目前为止先去理解这个 RSI 指标的用途来做分析先。Okay, 那接下来跟你们看看另外一个、哦、好，在这边也是、哦、超过50继续上涨的时候，价格的动量就开始往上涨了。Okay, 反过来也是一样哦。从这边你可以看到，从极端点 RSI 开始跌破50，然后继续往下跌。Okay, 价格的这个动量也是继续往下跌了。那在 oversold 的这一区呢，好，你可以看到三个 oversold。Okay, 那市场的价格其实也是开始慢下来，做个小小回撤，慢下来做个回撤，慢下来，这个呢就变成一个反弹的现象。Okay, 所以大家要理解的是说，不是说 overbought oversold 呢就是反弹的，不是，它是个。它达到了一个极端点过后，它可能就会做个小小的回撤，也有可能会反弹、哦、这个到策略的那一半呢，我们会再来跟你们分享如何去交易、哎、现在目前为止先知道的是说，每次 RSI 到 overbought oversold 的时候，大家可能就要小心一点点，因为很大可能性呢市场会慢下来了。 OK, 那接下来Okay, 在这边就是开始利用这个原理、哦、这个 principle 去开始弄成一个交易的策略。Okay, 那在 RSI 指标，通常我们交易者如果是利用它来做成一个交易策略的话，这边有一个、概念可能大家要去学习一下先。Okay, 这边我们是说 divergence 啦。那这个方式来做分析，可能、大家也有听过 divergence、啊、也有些交易者呢会运用其他的一些 momentum 指标来分析 divergence、okay? 那今天你可以利用 RSI, 你也可以利用 MACD, 你也可以利用 stochastic 来分析 divergence、啊、divergence 本身就是个概念，在这边会跟你们分享一下、okay? 那 divergence 一共会有两种。Okay, 通常交易者所说的一些 divergence 是简称为 regular divergence。Okay, regular divergence 我们就会直接说是个 divergence 啦。那这个呢，第一种我们是用来做分析趋势的一个反弹现象。Okay, 也就是说每次我们看到一个 regular divergence 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说这个反弹的几率就比较高。Okay, 那这边我们就可以开始有个交易策略来交易这个反弹现象了。另外一种 divergence 呢是叫 hidden divergence、啊、这边的话这个第二种、啊、比较少交易者会去看到或者会运用到、哎、但是今天的分享也会给你们讲解了哈。 hidden divergence 呢它的用途就稍微不同了，我们是用来分析这个趋势到底会不会继续往上涨还是往下跌。Okay 啊、所以它是稍微不同的，一个是找反弹的现象，一个是找趋势的这个继续、哦、就继续跑的概念。所以一个我们是说 trend reversal, 另外一个呢 hidden divergence 我们是哪一做 trend continuation。 Okay、啊、那在这边我们先讲解一下到底什么是 regular divergence、哦、regular divergence 的概念就是当市场的价格和我们的这个 RSI 指标的方向都不一致、哦、不一样、哎、也就是说可能一个往上涨一个往下跌了哈。那在这边可以给你们看看图表会比较清楚一点。那每次看到这样子的一个 regular divergence,我们交易者就知道说市场很大可能性会回调或者有个反弹的现象了。那在这图表会看得比较清楚一点。Okay, 那以这两个高点、哦、在市场的价格这两个高点你可以看得到价格是往上涨的。Okay, 但是呢如果 你这样子来做对比的话，你会发现我们的 RSI 指标呢其实是往下跌的、哦、它没有往上涨。所以就变成他们的这方向不一致了，因为一个上往上涨一个往下跌，所以就简称 divergence, 因为他们的方向不一致、okay? 所以每次看到这样子的情况呢，我们就知道说这个反弹的现象要来临了，这个几率就比较高、okay? 所以在这边你就可以看到哦、okay? 价格就开始做个反弹了。Okay, 有时候呢它会是比较短期的一个、回撤而已、
当然有时候它也是会做个比较大的一个反弹啦，那这个当然没有交易者会知道的。那我们在这边交易的时候呢，进场交易当然就要去做好可能风险管理，要去做好我们的这个怎样去管理我们的这个单子啊。Okay, 那今天这边我们当然交易的 divergence 的时候都是预测它会做个反弹， okay, 就是 trend reversal。Okay, 所以在这边 你们可以看得到、哦、divergence 的出现过后价格就开始反弹了， okay, 很直接。那反过来给我们另外一个例子、哦、在这边其实也是很清楚，你可以看到价格继续往下跌、哦、okay, 可是我们的这 RSI 指标呢它是已经开始往上涨了。Okay, 也就是告诉我们这个下跌的这个动量，这 momentum 已经是 没有了，越来越弱了哈。那告诉我们说很大可能是因为反弹上回去咯。Okay, 其实在这边大家都看得到、哦、已经是从这边价格就开始反弹了。Okay, 这样子的一个 divergence 其实不难哈，很容易理解，只要市场的这个价格的方向跟我们 RSI 指标的这个方向不一致的时候，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是个 divergence 了。好，那这边当然在不同的时间的图表都可以运用了，你可以用在一小时的图表来做分析，四小时图表，一小时图表，甚至可能一些短期的交易图表你们都可以来运用了，假如15分钟半个小时的图表都可以来用。来，那在这边理解了 regular divergence， 接下来就是要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 hidden divergence。Okay, hidden divergence 呢，我们是运用来告诉我们说市场很大可能性呢会继续它的这个走势。Okay, 如果它是个上涨的趋势呢，当然看到 hidden divergence 我们就会继续看涨。Okay, 如果市场是个下跌的趋势，那我们又看到 hidden divergence， 当然我们的方向预测就是会说继续下跌了。Okay, 那这边 hidden 跟 regular divergence 呢，其实它们都很相似，但是如果你去到图表要去寻找 hidden divergence 呢，其实有一点点的不同。Okay, 在这边会跟你们讲解。那通常啦，我因为在这边跟你们跟交易者在分享这个 regular 跟 hidden divergence 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我发现的是说很多交易者 okay, 很容易就找到 regular divergence 了，可是 hidden divergence 可能就要花多一点点心思去可能练习才真正看得到啊，到底或者找得到到底 hidden divergence 在哪里哈。所以在这边先给你们看看是这个图表是怎样的了。Okay, 那首先你可以看得到、哦、价格在这边是下跌的趋势，它有个 lower low lower high、哦、那再从这边看、哦、这个高点跟这个高点你看得到它是往下跌的。Okay, 就是个 downtrend、啊、它已经有一个很明显的下跌趋势了。那市场来到了这边 okay, 在这个低点比之前低的时候，你又发现 RSI 不是哦， RSI 是有一个比较高的哦。Okay, 那你又看到方向不一样，它是个 divergence， 但是呢这个我们是叫它 hidden divergence。 Okay, 所以告诉我们是 说什么很大可能性从这边呢它会市场的价格会延续继续它之前的一个方向的趋势。好，所以之前是往下跌，所以在这边呢很大可能性也会继续往下跌。Okay, 所以这个是 hidden divergence 的概念、哦、那当然在图表上没有那么容易找到嘛、哦、那这个例子我已经画出来了，所以你会看得到比较明显、哦、今天我们会看看现在的这个真实市场，等一下在图表上看能不能找到一些例子给你们看了。 okay, 那在这边反过来、所以这边就下跌了。那反过来其实有没有呢，也是有一个例子给你们看了、哦、在这边你可以看到市场的价格往上涨了，就是有一个 higher high higher low、okay? 可是我们的 RSI 指标呢是往下跌的，看得到吗？所以它也是个 divergence， 可是这个我们是说 hidden divergence， 也就是说这个趋势啊会继续上涨的几率是比较高的。 OK 啊，那在这边也可以看得到、哦、市场就继续往上涨。
所以 RSI 指标，当然，这个 divergence 的概念呢，你可以运用在 MACD， 你可以利用 MACD 来寻找这个 divergence， 你当然可以利用 stochastic 了。那今天我们会利用 RSI 指标来这样子做分析。Okay， 所以这边总结一下，那我们就会去到今天市场上的一些图表来跟你们做分享。Okay， 总结一下 RSI 呢，通常都是用来判断市场趋势的一个动量，就是 momentum。Okay， 那我们就是来测量到底市场的这个趋势的情况啦，有没有到极端点哈，到了 extreme， 到了70-80或者30-20的极端点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交易者就要比较小心一点点。Okay， 所以我们可以利用它来分析 overbought oversold 的概念，当然我们也可以运用它来做分析，做 divergence。 那 divergence 今天有跟大家分享的有两种，Regular divergence 跟 hidden divergence。 好， Regular divergence 拿来做反弹的机会， Hidden divergence 呢是拿来做 trend following， 好，就是继续上涨或者继续下跌。 OK， 那在这边我会去到这个图表，今天的这个市场的图表来跟你们做一些例子的分享跟讲解了哈。那这边你所看到的这个好，Okay， 我们可能先 Euro Dollar 开始了。Okay， 那你看到下面这个 RSI 指标呢，是它原本的就是70-30的一个 RSI 指标。Okay， 那现在我所利用的一个时间图表的这个时间是一小时的一个图表，那这一对呢是 Euro Dollar。Okay， 很直接的，首先你可以看到现在市场在这个高点的时候呢，我们的 RSI 指标是在极端点。Okay， 也告诉我们说什么，那如果今天你要交易 Euro Dollar， 可能你在看涨，因为它这个市场的方向是一个走涨的嘛。那如果你今天有兴趣要买入的时候呢，那你又看到 RSI 指标是极端点，是 overbought， 那你们就要小心不要进场买入先。Okay， 那当然你现在已经看到市场好像要反弹下回来了。Okay， 所以第一很直接，你可以运用 RSI 来这样子告诉我们，到底要不要买入。Okay， 希望大家从第一个步骤这样子来做分析，很直接很清楚了，希望大家可以理解到。Okay， 那我们来可能看看另外一个 Dollar Yen。Okay， 这边我就要跟你们讲解可能 Divergence 的一个概念。首先一样，这个是 Dollar Yen 一小时的一个图表，那我要你看看，现在目前为止价格是不是开始有一点点好像在往上涨，它这个高点，比之前的高点高了一点点，可是呢你看看你的 RSI 指标，很明显它是越来越低了，这个 divergence 是超级明显的。 okay， 那大家看得到吗？那告诉我们什么？这个是 regular divergence， OK， 也告诉我们说反弹或者短期内做个回调的几率很高， OK， 所以大家可能在这种情况之下就不要去买了，可能就要找一些反弹的交易机会。 OK，那再找找看有没有其他的可以给你们看，所以在这边你可以看到，这个是 Aussie Dollar，也是一样，你可以看得到市场的价格往上涨，可是 RSI 指标是超明显有一个 divergence 的。Okay， 那告诉我们说什么？很大可能性呢，这边会做个小小的反弹或者回撤，那你就不要再去买了，因为你在进场买入的话，那价格反弹下来你不是亏钱了，所以 RSI 指标很好运用来告诉我们 divergence 的出现。Okay， 我要找找看有没有一种可以告诉我们hidden divergence 的。 okay， 那通常 hidden divergence 不容易找了，那给我看看有没有机会给你们看到，那在这边我们再回来看看 regular divergence 先，那跟你们分享一下可能比较简单的一个交易策略如何进场。 okay， 这个呢例子我会运用 GBP JPY 哈，一个反弹的一个交易策略啦，这个比较简单的。 okay， 那你看到这边首先很明显价格往上涨，
Okay, 可是我们的 RSI 指标呢是开始往下跌了哈。那这边你可以看得到，这个是我们所说的 regular divergence。Okay, 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反弹的现象，反弹的几率比较高。那如何去交易它呢？我们交易反弹的一个策略呢，通常我们会运用 breakout。Okay, 那在这边我会运用的最简单的一个交易策略呢，就是以之前的一个小低点为主啦，为标准哈。所以这个价位呢是大概在 149.75。Okay, 也就告诉我们说，如果价格突破哈这个。突破这个小低点呢，在这个价位，如果价格继续往下跌，突破这个小低点，那我就可以进场买入，做个反弹的交易机会。OK, 那止损点会放哪里？止损点就保留在这高点的上面咯。那 TP 有很多方式你们可以去设定咯。第一，当然可以以这个1:1的概念来设定。OK, 或者可能以1:2呢，还是有些可能比较有经验的朋友可以利用一些可能之前的支撑阻力点啊，还是 Fibonacci 的概念来帮忙你们去设定到底这个 TP 可以放哪里。Okay, 那今天当然也不要太复杂了，因为主要的就是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个 RSI 指标如何去运用。Okay, 因为如果聊到进场点啊、策略啊、TP 啊这些东西，会很多不同的因素进来。好，那就会变成整个今天的分享就变成很复杂了，所以今天主要我们先关注这个 RSI 指标。 okay, 因为这整个交易的策略每个人都有稍微不同的方式去做交易嘛，所以今天只会很简单的这样子给你们介绍一下 Divergence 的策略，可以以这个 Breakout 为主，止损点在这边，当然 TP 你可以最简单化就是以这个1:1的概念来设定你这个 TP。OK 哦，那我来看看有没有一个可能 hidden divergence 的，给你们找一下哈。OK, 好，这边这个是 CHFJPY, OK, 我不知道你们看得到没有了哈。那这个图表其实有个 hidden divergence, 啊，那可能我给你们几秒的时间 ，OK。看看你们找得到没有，那我会继续我的分享。OK, 所以说Hidden Divergence 可能有些你们就比较容易看到，有些可能你们还是看不到啦。那你第一你要知道的是说它这个是下跌的趋势嘛。OK, 它有一个 lower low, lower high。OK, 那在这边是做个回调 ,OK, 来到这个比较低的高点。那从这高点到这高点呢是比较低的嘛，对不对？Okay, 可是你会不会发现说，诶，这个 RSI 是不是比较高啦？ Okay, 这个也是个 divergence, 只是说这个我们是叫 hidden divergence。Okay, 那 hidden divergence 告诉我们的是说，它很大可能性呢下跌的趋势会继续。Okay, 所以它不是个反弹的哦，它是个 trend following。哎，所以在这边呢就告诉我们说，哎，可能这个高点已经是达成了，很大可能性从这边会继续往下跌。哎，那整个交易过程当中有没有这个策略呢？很容易了，如果你当然今天有不同的方式来进场哈，今天我只会简单的给你们介绍一些方式了。那这边当然也是可以用 trend line, 哎，当价格突破 trend line, 你可以用一个 breakout。价格突破这个低这个价位哈，这个 trend line, 你可能就进场买入咯。哎，大概在这边进场买入，你的止损点保留在这边，可能你的 TP 也可以运用这个1:1的概念，也可以运用可能从这个之前的低点为主哈，也是大概1:1啦。哎，当然你也可以运用可能一些可能 trend following 的策略 Fibonacci 啦，来做一个 TP 目标可能比较低的一个价位。好，一样的，今天我们不要太复杂化，好，主要就是利用 RSI 先找出可能一些现象来给你们可能一些 signal 啦，来交易，好，反弹呢还是 trend following 都可以运用。好，希望大家这个看得到，好，从这个低点到这个低点，好，这样子一个 hidden divergence。这边我当然今天给你们做这个分享的例子啊，我是最好哈，我现在当然是找一些可能在正在走着，正在
创造着这个 RSI 指标的 divergence hidden 跟 regular 的时候来跟你们做分享。当然如果你今天要练习的话很容易啊，你就是去到之前的一些图表也可以这样子来做练习哈。只是说今天我是利用现在最现实的一些市场的情况来跟你们做分享了。OK， 这边是 EuroGBP 啊，这边也是看得到吗？OK， 价格继续往下跌，可是 RSI 指标呢是形成一个 regular divergence。OK， 告诉我们什么？很大可能性有一个反弹的现象咯。OK， 那一样的要怎样去交易？你可以利用 trend line， 可能就是交易一个 breakout 咯。OK， 以最简单的一个方式啦。OK， 当然策略方面如何进场这些每个交易者都有不同的方式。OK， 所以在这边 Euro Australia 你也是可以看到 divergence。OK， 那这边当然很多例子都会有这样子的现象哈。那这边也是可以看到，这个是 Pound Australia。OK， 看得到吗？也是有一个 divergence 哦。OK， 所以当然你不要说每次看到 divergence 都去交易了哈，不是每个 divergence 的这个几率都是一样的。OK， 在这边当然你们就要运用一些可能比较高的时间啊 ，multi time frame 不同的时间图表来做分析，到底它的比较大的一个趋势是上涨的、下跌的。好，这些概念可能大家要去熟悉一下。好，一样的，今天我们暂时是没有这样子的时间来跟你们讲解这些了。好，所以大家要去留意的是说 ，RSI 指标本身不是。不会是个完整的策略 ，OK， 所有的指标都是这样的 ，OK， 没有一个指标是说180准确，好、哦，这个整个过程当中，你们真的是要花一点心思去了解交易的过程 ，OK， 今天主要先理解如何运用 RSI 啊、哦，那个就重要了 ，OK， 那一样呢，这边给你们看看黄金或者白银啊，也是可以这样子来运用了。OK， 那可能我们看看daily chart 啊，一日图表的来做分析。OK， 那这边目前为止没有什么了哈。OK， 那不是当然了，不是每一次你看到 RSI 都有东西啊，你会发现现在没有什么。OK， 因为第一它没有 divergence 啊。OK， 价格继续往下跌，那这边也是开始往下跌，没有什么。OK， 所以这样子的过程当中就没什么咯。Okay， 那你用 RSI 其实也没有什么好，那你知道当然它不是在极端点，那可能它下跌的这个动量还是在咯，还是有空间可以下跌，好，可以这样子来理解。 OK， 白银也是一样哈，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来看。这个是石油哈， WTI crude oil。 OK， 也是一样哦，你可以看到这边上涨，可是 RSI 指标已经开始这样子往下跌了哈。OK， 第一你也知道这边它已经是极端点了。OK， 所以如果你今天有交易，例如你有交易石油的话，那当然不要在这边进场买入了。OK， 因为它已经是极端点，已经有 divergence， 很大可能性会做个回调。OK， 好，可以这样子来理解。当然只要有图表的东西你们都可以拿来做分析啦哈，这包括 S&P 啦，美国的股市啦，大家都可以这样子来运用啦。Okay， 那在这边你可以看得到哦，这个上涨的时候呢，我们的这 RSI 指标其实已经开始形成小小的 divergence 了，所以可能要小心一点点哦。这个是 S&P 500，哦，可能在短期内呢有个回调回撤是也有可能，哦，因为 divergence 已经出现了。OK， 那回到了可能比较短的时间图表来做分析会比较容易哈。那这边也没有什么 regular， 也没有 hidden divergence。OK， 给你们看看可能一些例子吧。可能现在最出名的股市在里面就是 Tesla 哈。OK， 那在这边四小时图表可以看得到吧？哈，当最近啊，这个是好像是昨天还是前天，市场价格往下跌嘛。那 RSI 指标你可以看到哈，动到极端点的时候呢，你当然就不要再卖了，因为你知道到了极端点就是 oversold， 很大可能性呢会反弹上回来。OK，
Okay, 或者可能它不会是一个很大的反弹也无所谓，它可能就是做个回调而已。主要就是说，如果你看到可能价格在极端点的时候，就小心一点点。Okay, 那个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咯。Okay, 可能其他的公司来看看啦 ，Apple。AAPL。Okay, 也是一样哦，看到这边极端点哦，所以可能就不要再卖了哦。有些可能在交易短期的看到，哎，这个是一个下跌的趋势嘛，对不对？可是在这边你就不要卖了，因为它是极端点，可能等它做个回调回撤，那到这边的时候可能就有一个 hidden divergence 哦，你就可以继续交易做空。哎，那也是可以这样子来做分析啦。好啊，好，大家都应该理解吧。哎，你也可以看到这边哦 ，daily chart， 这个到这个好，这个已经开始反弹了，可是给你们看看例子而已啦。好，价格往上涨 ，RSI 指标往下跌，告诉我们是什么 ？Divergence 很大可能性会有个反弹嘛，对不对？那通常最简单的就是以一个 trend line breakout， OK， 在这边大概进场。好，所以很直接的一个方式来做分析，当然你再加入自己的一些交易的策略啦。来协助你 ，OK， 就一个完整的一个交易策略了哈。OK， 那希望这样子的一个分享哈，你们其实理解得到RSI 指标的用途啦，到底 RSI 指标是什么，然后如何去利用它来找到我们的这个 hidden divergence 跟 regular divergence， 然后如何去交易这些 divergence， 哈，告诉我们的是什么 ，OK 哦。好，那在这边可能我留一点点时间来看看你们有什么问题啊。那今天的这个内容其实分享就到这边哈，要说的要分享的已经概括了哈，所以如果现在你们有什么问题呢，可以发问一下，哎，可能我给一点时间你们来输入你们的问题，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在你们的这个chat 这边留言哈，那我会看到，那可以回答你们。Okay, 有吗？有问题的话就现在发问咯。OK, Johnson 问如何设定 SL 啊 ？How to set SL？ OK, 可能我回到去这个 Dollar Yen 来做讲解跟分析了哈。OK， 那这个是一小时的图表。OK， 那在这边你可以看到 divergence 的出现了哈，所以我们是在寻找一个反弹的机会。那你看到这个市场是在往上涨嘛，对不对 ？OK， 所以反弹就是当然我们要找做空的一个交易机会了。那在这边我是跟你们分享我自己运用的了哈，当然这边你要自己去研究一下到底适合不适合你，或者可能你有自己的方式哈，都可以做参考了。那第一我是以这个 trend line 哈，我会可能先删掉，我再画回来给你们看了。哎，大概是这样子一个形式啊，所以我会以在这个 breakout 方式进场。Okay, 所以价位大概是在这边 105.84 左右。那我的 T， 我的进场点在这边，我的 SL 呢会以现在的这个小高点为 SL。Okay, 可能我运用这个会比较清楚一点。Okay, 我的进场点在这边，我的 SL 可能大概在这边。Okay, 那我的 TP 呢，当然这边我会先设定至少有1:1了。Okay, 那在交易过程当中其实这个输赢比例，这个 risk to reward ratio 对我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每次交易的过程当中，如果这个输赢比例是没有至少1:1呢，我是不要去看它的。Okay, 因为整个交易过程当中，如果你的这个输赢比例是少过1:1呢，概念就是什么？每次你输的时候，你是输超多过你赢的时候，那其实你整体来看要赚钱是非常难的哈。所以这个输赢比例至少，对我来讲啊，这个很重要，至少要1:1、哦、当然越高越好了。Okay, 当然越高越好，但是在开始交易过程当中至少有1:1。
所以我会这样子大概来设定我的进场点。好，我知道我的这个 TP 在哪里，那我再看看如果我这个 TP 是1比1的话，那刚好其实也是来到这之前的、这个这一区也是之前的这个小小的支撑阻力点啦，所以是 OK 了，可以接受。 OK， 所以我会大概这样子来设定我的这个进场点止损点。 OK、这个是一个反弹的交易机会了。那一样你可以看到有些当然没有这样直接啦，好像 AUDUSD 这边如果我画 trend line 的话，它大概是这样子的。所以你会发现dollar yen 的这个图表的形式呢，这个 divergence okay, 看起来的确会比这个漂亮哈。因为这边如果你看这个整个形式其实是这样子的，比较大的。Okay, 所以可能暂时就没有这个现象可以去交易了哈。那 New Zealand okay, 也是一样跟这个 dollar yen 很相似的，你可以看得到 okay, 这个 divergence。Okay, 这样子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形式呢会比较容易去交易，因为我就有很清楚的一个进场点，可能我就利用这个 neckline 在这边小小的一个小低点，那我的止损点当然就是高点，这个高点的上面。okay, 所以我的进场点就是大概这样啦，给你们看一下。okay, 那可能我就会放在这边大概1比2 1比1.2， 原因就是可能在这边支撑阻力点啦，或者你把它调成1比1也是 OK。 好，所以这个是最简单的大家可以去参考的一个进场方式。 OK， 怎样设定你的这个止损点咯。那你会发现我每次就是先找一个进场点，设定我这个 TP、这个止损点，才看看我的这个 TP 到底、这个机会值得不值得这样子去交易。 OK、如果你是说、要找一个Hidden divergence 就是这个 trend following 的嘛，这个是稍微不同，因为这边你会发现的是价格往下跌， RSI 指标往上涨，这个是 hidden divergence， 跟之前跟你们分享那个 dollar yen 是稍微不同的。那在这边怎样去交易其实也是很简单，最容易的方式就是找个 breakout。 OK， 那进场点当然就以这个低点为主啦，止损点就是现在的这个高点咯。OK，那大概就是这样，经常止损点 TP 可能放在这个之前的低点在这边。 OK， 所以也是大概1比1左右了。 OK， 那这个是一小时图表的这些分析啦，就属于是短期交易的一些机会。好，所以短期的你会看到我的这止损点可能就是50多 pip， 好，盈利也是50多 pip。 OK， 好，那希望这样子讲给你们看看一些例子会比较清楚一点。 OK， Kim 问说 Hidden Divergence 可以再详细一点吗？还是很模糊。那这个是很正常的。 OK， 很正常。那你对 Regular Divergence 应该会比较清楚一点吧。那我在这边可能利用这个给你们看了。可能我在这边画一点点会比较清楚一点。Okay, 那这样子来看这两个图表可能就会看得比较清楚一点。好，我把这些就都删掉，那你就看得到了。Okay, 可能在这边我也输入一下这个是 hidden。那这个是 regular。 Okay, 那在这边其实可能你们如果在线上的话可能可以做个 screenshot 啦，还是什么的话就拍个照，所以就变成很明显他们的差别是哪里的。Okay, 那 regular divergence 通常会比较容易看得到，因为它是在上面，你可以看到价格往上涨，RSI 指标往下跌，所以比较容易的。 okay, 或者你反过来可能这个 regular divergence 是下面，然后这个也是在下面。可是 hidden 呢它的难度可能这个你当然需要一点点练习啦，这个是正常的。 okay, 它的难度是你要首先因为这个 RSI 指标你会发现 hidden divergence 通常都是第一
第一点哦，我的这个在哪里？Okay, 它第一个点子在这边的时候呢，它是没有在极端的。Okay, 它第二个的时候呢，它会在极端点。Okay, hidden divergence 是这样子的概念、哦、可能这样子可以帮助到你一点点。Okay, regular divergence 呢，你会发现它第一点呢会是已经是在极端点。Okay, 然后它往下跌。Okay, 所以可能从这样子的概念会比较容易找到。Okay, 就是如果你看到 RSI 指标现在已经极端点的时候，你往后看有没有 hidden divergence， 往前看有没有 regular divergence， 了解吗？ Okay, 那可能我把它删掉，把所有的东西再删掉给你们看一下。Okay, 我们来看回这个。Okay, 我们来看回这个。Okay, 那可能那个步骤就会比较相反一点，然后你先会看到这 RSI 已经到了极端点在这边，那你往前看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看到了，所以你就往后看。那你发现往后看的时候这个价格往后看它是上涨的，可是我这边这个 RSI 呢它没有东西了，它反而是往下了，所以就变成这样子的过程当中可以帮助你寻找到这个 hidden divergence 的过程。希望这样子的一个小小的提示可以给到你了，这个 hint 呢可以帮助到你如何去找到这个 hidden divergence。 OK 哦OK 那好，看得懂。那当然这个你一定要练习的了，不是说就是说可能今天你刚好才认识到什么是 hidden divergence，这个你当然要去你的自己的一个图表来去分析来做练习，那过后可能你就越来越容易看到了。那我今天当然你不要觉得说我这样子开用这样子几秒几秒这样子来看就找到的话，当然我已经在这市场上已经很多年了，我也是在分析图表也是花了很多时间，所以才达到这样子一看我就看得到有没有 divergence 的概念。Okay, 所以大家可能一开始的时候会比较吃一点点的可能精力跟时间但是是需要的。Okay, 任何的一个技术都是这样的啦哈，所以不管你是在学可能 RSI 指标啦，还是学可能 MACD 啦，还是学一些其他的这些技术指标哈，都是一样的概念哈，都是需要花一点心思跟时间去练习一下。 OK， 那希望大家通过今天的分享真的是有学到东西了。 OK，不要太急，因为如果你是新手的话，刚刚开始学习如何交易，先花一点时间真的去学习到底交易的过程是怎样好，才慢慢开始可能去交易，风险管理这一块也是要去学习的好。 OK，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那给你们知道一下，下一周我们一样啊，因为每个星期我们都会回来跟你们分享不同的一些指标。OK， 那下个星期如果没有错的话是Ichimoku 啊。OK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哈 ？Ichimoku 其实本身也是一个常用的一个交易策略跟指标。Okay, 它是日本人会比较喜欢用的哈，是个日本人去创立起来的 Ichimoku， 那名字本身听起来就像日式了。 OK，所以下一周一样星期四在九点的时候会回来在这边跟你们分享另外一个指标了。 okay, 那整个过程当中当然不是说要你们把所有的指标都学起来然后把它们通通都放在你的图表上来做分析哈，不是啊。因为到最后其实目的就是可能先认识不同的指标过后，可能你们有些会偏向可能 RSI 呢，有些你们可能会偏向MA Moving Average， 有些你们可能会偏向 Ichimoku。 OK， 那到最后其实你会发现真正在做分析跟交易的过程当中，其实最多最多你会用到的可能就是一两个指标而已。OK， 那这整个分享呢，这一系列的分享其实目的就是给你们先认识。 OK， 认识了过后你们才有的选择嘛，像去 buffet 的时候去吃自助餐的时候你都是先绕一两圈看看今天
食物有什么呢，然后你才去选择你喜欢吃的嘛，对不对？所以这整个概念是一样的， OK， 就是 跟你们分享一系列的一些指标，然后你才有选择性， OK、哦、所以、希望大家有理解到这个概念了。OK， 那很好，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那有兴趣的朋友我们就下一周见了，下个星期四见， OK， 那就晚安了，拜拜。